大家好，我是老刘啊。今天呢，我在这个院子里做了收老物业呢。这个熟女啊，她说家里有点酒了，就我过来，我现在来看一下啊，看是什么好酒啊。你酒放在哪里？老酒或者我们这屋檐。很多的啊，可以看一下吗？要不要玻璃拿？去看一下。好的。里面也不够酒啊，是不是？你走那。这个里面，这什么？什么东西？还有酒嘞。有什么？都拿到外面看了啊！把这个都水平啊。有七八瓶，你把那里拿几瓶呢？你就拿到外面来看一下。好。拿外面，拿外面来。对，大家啊，在这里看。已经没有喝啊！这个纸都烂了。这个酒干了，里面以前喝在什么？就喝在楼上，喝在什么地方？喝楼上。喝楼上干了，里面这个又喝到那个地下室，地下室也好一点。那个不，你喝到那个家里面不喝的话呢，又喝在地下室，或者是高埋在头，你高起来的话又好。来本身又来熟了很多。太久了，那是啊，买牌子也没有的，应该是都是横杆的，都是横杆的啊。喝了这么久，这个是不能输了，可能干了，因为你喝在干了，喝到楼上了，不能换，又不行，喝在地下室也好一点。这个是横杆的。不然本来是干掉的，家里越是漏酒了，就跑酒的话了，那个酒也坏，那个是干掉的，所以直接不取酒了，就所以那个酒还是没不变质，只是可能干了，它有天气热或者它就干掉很多。不对，就跑酒还是不跑酒，这是干掉的啊。是很多年啊，这个可能够有二十多年了啊。所以以前买的都没喝。没有喝。酒度也还可以啦，酒度啊，这个酒度低，这个酒度不高，这个酒度45了，这个它不知道，看不清了。这个可能酒喽，说到这个酒不太值钱嘞。这个酒好，这都水里面呐。你这个酒这个八两的，还有没有别的啦？还有酒都没有呀。就没有了。还有孤单。这个不高，这个多少应该十多二十年，应该可能个十多块钱一瓶左右。这个。八瓶酒，三十块钱一瓶呢，可不可以？30块钱一瓶，也不40块钱，30块钱一瓶。我这属于400块钱的嘛？这属于400块钱的嘛？这属于400。这个不值钱呢，这个酒嘞。或者泡酒啊，都是这个道理。我一说实在话，都是用来家里泡酒，就忘了那个酒就很差的。但是这个呢，一点都没出来，也不出来。这是干的。一瓶啊。400块钱，你看还有什么东西？先看一下其他东西的啊。好，公仔你拿来了，拿来鞋不给你看一下了。这个酒应该是50多的。酒楼高还可以。你说这个古代看你这都挺好。贴起你这太太家还那边还有那个小鸡子纹绣的那个贴起你这明代的一个青花萨斯，还有那个
那青花瓷啊，是的一个什么故事啊？这个我明代也不敢提了，明代。识别痕迹啊。拿个盖子看啊，这个是我的啊。这是一个写盖棺，说这个是明故事里的一个盖棺上做什么写东西的灯啊，一个盖棺没有盖头啊。民国的，这是民国的一个挺普通的一个盖子。这个我听起来的明代的。清明清明镇，还有的鸡子纹，是的。15块钱。这个你呢？你这个玩意儿，你说我的这个以前有的应该也有人买。去接触实验。我去，都在你说以前有没有人买过了？有，是买过啊。买过。你别人给你出个多少钱？我了解一下。别人出的400。我不买，这个400不买。不买，看你们去的都是烟。这个都是新的，也不是新的了，不是。这个切起可能没到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清代是一晃，明代的，这个一头款压的那也，都写上去的，写是写上去的。400块有没有卖？那你又多少钱了？总共要1000块钱。总共一下子1000块钱。我就出去。1000块钱买的，那富不一样，都是宝贝一样。嫂子，你加一下，你看这个玩意最低多少钱了？你不是400块钱没卖，你加一下，总共还得一起加多少钱？总共1600嘞。总共1600啊？1600，我估计花了多少？还可以的，都得买东西也还可以的。